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实施细则，鲜明宣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立场。将时针拨回10年前，也是在党的18大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为加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10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严明纪律整治作风，丰富了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同时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20大对全党发出了3个务必的号召，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高度，对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做出战略部署，强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为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牢记3个务必，不断增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把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现在我们走进的是时代强音指引方向展厅。中央8项规定不是只管5年、10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深入贯彻党的20大部署要求，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震慑效应。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的是违法犯纪的事情，你还不用把它当回事了。就是非观点上啊，就是逐渐的淡漠，这个的确是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20年7月接受审查调查。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在违反8项规定这个问题上啊，应该说他是比较典型的，像他这个接受宴请、收受礼品，啊，高档的礼品，啊，贵重的物品，从这个量上面讲啊，都比较突出。作风问题啊，还是从小抓起，啊，从小事，从细节上抓起，
一顿饭、一个小礼品，都可能使你的防线松动、后退，在李金藻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李金藻曾先后任桂林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他的蜕变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生的。当上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后，李金藻感到很多事都变得比过去方便了，特权思想、特权意识开始抬头。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中间真正的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这个权利，给了我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应该是更加比过去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样才对。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办一个事啊，你像就是看个病啊，还有这个出个差啊，你到哪里有人接待呀、啊，等等啊，这都是一些方便。很有冒出来觉得，哎呦，是不是这样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顺带的，这个更加方便呢、啊，等等呢、啊。权力带来的方便让李金藻深感享受，逐渐的在各方面都想找方便，甚至开始主动用权力换方便。他妻子当时在当地的税务部门上班，上下班不方便跟他说，他就想办法跟上了老板借了一辆面包车给妻子开着。但是呢，有一次别的人跟他开玩笑，你一个市领导爱人就开一个面包车，他也觉得，他一听这话他也觉得没面子，那么又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小轿车给妻子开着，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到后来他就必然发展到收受巨额的钱款。在桂林期间，对于商人老板宴请和他们逢年过节送上的礼品礼金，李金藻内心认为这是小事小节。在和商人老板的交往中，听到的是一片吹捧之声，这也让他感到陶醉，越来越热衷于出入酒局饭局。工作地点转到南宁后，李金藻继续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不断提升，他对物质的欲望也进一步增长，陆续收受了大量黄金制品、手表、红木家具、砚台等贵重礼品，并开始收受大额钱款。随着他个人这个逐步的腐化堕落，责任感也降低了，被腐蚀了，更多的考虑怎么去享受生活，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这房子的产权都是经过政府批的。李金藻一方面物欲在膨胀，一方面则将纪法意识抛诸脑后。到自治区工作后，他在南宁分配了相应的政策性住房，按照规定就应当退还在桂林原有的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一直违规占用，不肯退还。到2011年，他调任商务部副部长，在北京又重新分配了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仍然继续违规占用南宁和桂林的两套房产，这自然引发了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中央纪委接到了相关问题反映，立即函询了李金藻，要求他作出说明并依规腾退。然而李金藻却仍然舍不得退房，反而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采用退钥匙不退房、交房本不交房的手段来掩人耳目，明退实不退。还是想这个是不是过了这次风以后，是不是还是可以自己可以用啊？那还是自己私心在作怪。回过头看，如果在当年组织函询时，李金藻能重视自身错误，反思纠正，或许就不会在违纪违法的邪路上越走越远。然而，他却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本来董事长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就像一个医生提醒病人一样，你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该注意，眼睛开始发红了，或者是鼻子开始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病人觉得这没什么，所以使得这个病菌逐渐在这个积聚，最后这个到质变了。等你发生的大的时候，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这是忠告，也是我的血的教训。李金早非法收受财物的90%发生在这次组织函询之后。在商务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越来越多商人老板，看多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欲望进一步升级，犯下的错误也由此迅速升级。他在南宁的时候，那住的房子是别墅。那么他到北京以后，他就想着自己在北京也弄一套别墅。那但自己又没有钱，又买不起，怎么办？那跟相应的老板去要。2014年，李金早调任原国家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机构改革之后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感到这是仕途最后一站了，开始利用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敛财，并为儿子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人脉等各种帮助。孩子自己在外面经商办企业，自己又没钱，怎么办？就靠老子。父亲呢，就利用自己的面子，利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人脉资源，利用自己影响力，去帮他四处化缘，然后老板给钱，打到儿子的公司，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投资。衙内腐败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非常的明显。这个确实反思起来啊，我也是心里很痛苦的，也是既是耽误儿子也是害儿子，带坏了家风，也害了家属。2018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中，有一名涉案商人交代曾多次宴请李金早，并送给他金条等贵重物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即对李金早进行了走读式谈话。第一天呢，他也承认了，交代了，也表示要把东西退出来。他回家以后，他经过考虑反悔了，并且呢，当天回家以后啊，他就和妻子一起啊，把家里的这些所有的贵重物品打包转移。那么第二次来谈话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否认了，他否认有这么个事，否认收金条。李金早不甘心受到处分，也揣测自己更严重的问题并没有暴露，认为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于是第二次谈话他就改口不认，还表示如果组织认定他收了，他只能去买金条来退缴。他甚至还自己导演了一出戏，安排妻子专门到一家商场去买金条，并让朋友陪同，以便有人见证。大费周章的目的是想伪造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虚假说辞。实际上人家给了，自己确实是收了的，但当时我回想起来，如果说我真正的认真的对这个党纪国法有敬畏，应该要举一反三了。我不仅没有举一反三，而且就纪委指出来的问题都没有彻底的去纠正它。那段时间，李金早出于恐惧和商人老板的交往暂时收敛了。然而过了一阵，他看到组织没有再找他谈话，认为已经过关，又开始固态复萌，频繁出入高消费的豪华酒店或私人会所，和商人老板吃吃喝喝。尤其恶劣的是，
2020年全国两会刚一闭幕，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刚下会场，酒上酒桌堪称肆无忌惮。参加的饭局啊，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这个私人会所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从这个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这个期间啊，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上任老板的宴请。李金早严重误判了组织的态度和决心，他的问题线索并没有就此了结，他前后矛盾的表现反而引发了更多疑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持续关注，陆续发现了更多问题，掌握了切实的证据，最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调查。自己呢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啊，我觉得这回想起来确实也是教训深刻，没有按照保安规定来办，这个的确是很确实很不应该，是很不应该的事。每一次警示提醒对李金早其实都是一次悬崖勒马减轻罪错的机会，但他却全都错失了。当问题发展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再后悔已经太迟。2022年4月，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李金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新形势下，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老问题新情况，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常抓不懈，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不放，久久为功。党的20大报告强调，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促进党员干部更好担当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践行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一步一步把党的20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变成现实。你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的20大确定的大政方针，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问题，紧盯敷衍了事不作为、任性决策乱作为问题，紧盯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事业观走偏问题，紧盯加重基层负担、搞层层加码问题等，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靶向纠治，一抓到底，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作风保障。江西省吉水县的这座中国进士文化园，在当地群众眼中就是一个劳民伤财的项目。这座占地460亩的园林规模庞大，建设考究，但参观者却寥寥无几，巨额投资的结果是常年亏损。江西省委巡视组2次到吉水巡视时，都收到老百姓的相关反映，
同时也收到了决策修建这一项目的县委书记袁守望其他方面的问题反映，并移交省纪委监委进行了深入调查。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好大喜功，有时追求高大上，也是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啊，和那个面子工程。袁守望，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2021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16年，他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后，提出了修建中国近世文化园的计划，还要求要达到中国之最、世界一流、百年不淘汰、十年不落后。当时许多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班子成员呢，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啊，或是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项目投资比较大。当时呢，县里面呢，在民生方面呢也存在一些问题，你比如大班额的问题，菜市场的问题，吃水难的问题，啊，这些停车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这里一些民生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大班额就是当时吉水百姓最迫切盼望解决的一大难题。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标准班额是小学45人，初中50人。如果一个班超过56人，就叫做大班额；超过66人，则是超大班额。而当时吉水县校舍和教师资源不足，部分学校超大班额现象严重。全县大班额的班级超过460个，学生、家长、教师都深受困扰。之前说实话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70-80个人一个班，最高班额的是达到了90个人一个班。就是学生啊，这个课桌椅就是坐都不好坐，家长意见也比较大，因为坐在后面的那个看又看不太清，就听也听不太到。怨气很重，我们在校门口接小孩子，我们家长在一起也会议论，那个学校的一个班这么多人，是吧？我们孩子怎么学习啊？当时除了大班额问题，还有偏远乡镇饮水难、乡村卫生院改造、城区菜市场不足等问题，都是群众极难筹盼的焦点。而吉水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7年才完成所有贫困村脱贫摘帽，当年财政收入仅10个亿，除掉硬性财政支出后，实际可用的寥寥无几。但袁守望却不顾这些实际情况，也无视其他干部的意见，执意要高规格、高标准打造近视园项目。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投资呢，我们哪怕历尽苦难，那个就是一那个把它投资，那个建设好。如果是在我手上铸成了，甚至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场所，就是留名于那个后代，留名留声的这种作怪的那个心态吧，啊，那个名利思想吧。在袁守望一言堂之下，近视园项目于2017年10月动工。对于百姓来说，看着那边大兴土木搞近视园，里面博物馆、藏书楼、文庙、号舍、状元阁、状元街、状元府地、五状元考场一应俱全，这边却是自家孩子读书需要的教学基本条件迟迟得不到改善，自然非常反感。建那个近视园啊等等，这个不是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读书啊、就医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是这是，所以老百姓议论最多的就是说，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解决我小孩上学的问题？而近视园项目由于不经充分论证就盲目上马，也不断带来种种尴尬。起初，园里规划有一座以文曲星为主题的巨型雕塑，
做好后才发现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对雕塑尺寸有明确的上限规定，纯铜打造的文曲星因超标只能躺在仓库里无法使用，最终被熔掉回收，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浪费。已经建好的巨大雕像底座至今仍空置在园区里。这是建成的部分，是这个雕塑的底座。底座光这个底座整个范围的打造已经花了2700多万，上面雕塑部分呢，它也2700多万，已经融化掉了，挺尴尬的。有的时候游客进来啊，就会问你这什么东西。近视园项目最初计划投资3亿多，然而兴建过程中又不断超出预算，最终总投资高达6.8亿。2020年9月开园后，由于要买门票，本地百姓很多都一次没进去过，而来吉水的外地游客又不多，门票收入远远低于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常年亏损，广受诟病。这种扭曲错误的政绩观、发展观出现之后啊，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民生方面的支出啊就被挤占挪用，影响到这个老百姓的啊民生福祉和切身利益。2020年这个吉水县政府确立的10件民生这个实事，但在这个巡视回头看过程中发现有6件没有完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背后是能否坚守理想信念、能否坚持人民立场的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民还是为己的问题。如果理想信念基础不牢、宗旨意识不坚定，就容易把握不住权力的双刃剑。和群众的这个观念呢，也越来越远了。和群众的深入调查、深入基层也更少了，在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那个了解的不多。吉水县委办公楼里的这道铁门，可以说是袁守望脱离群众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他担任县委书记后表示，需要避免闲杂人等打扰，要求在自己办公室和楼道之间加装了这道铁门，门外设了值班岗，要见他必须先通报。被这道铁门隔开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有一些老百姓想反映一些情况，想见这个书记，包括一些干部啊，想见这个袁守望啊，都很难，都要通过这种啊接待人员通报报告，啊批准之后才能见到他，一步步啊就离这个啊群众干部群众啊越来越远。袁守望给自己起的微信名字叫老表开心，老表是江西方言对老乡的亲切称呼，他起这个名字也是想要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然而实际上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和老表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愧对这个老表，我犯了错，现在不但是没有跟老表带来开心，而且跟我们老表的利益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委从袁守望的作风问题查起，随后发现他还存在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办事、非法收受4000多万元财物的行为。2021年9月，袁守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5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守望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江西省把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下大力气整治发展理念偏差、政绩观扭曲、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对于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严肃查处，公开通报，督促全省各地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因政绩观偏差、作风不实带来的发展隐患。吉水县新一届领导班子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建议，对全县项目进行梳理，为避免产生新的浪费，对已建成的进士文化园等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引入文化公司进行运作，推动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对于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十多个项目，坚决拿下，节约财政资金11.1亿元。新建改建医院、菜市场、停车场，解决了一批老百姓极难筹盼的突出问题。老百姓曾经反映强烈的大班额问题，通过新建多所学校也已得到妥善解决。化解大班额之后啊，我们老师感觉上课啊轻松多了，课堂效率整体是一个大的提升，就是我们能够把关注到每一个孩子。而如果是人多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么多孩子，我们肯定就很难找到每个人他们不懂的地方。就说孩子啊，关注度高了，心情好了，然后就是觉得孩子的成绩都会提高一些，因为孩子高兴了，我们做父母的也高兴啊。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又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断铲除不正之风这个滋生腐败的温床，不断提升正风肃纪反腐的综合治理效果。不正之风和腐败实际上是同根同源，他们是互为表里的。那我们从很多腐败案件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案子呢都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正之风是会滋长腐败，而腐败呢又会助长催生不正之风。所以呢，我们要健全这种风腐同查的工作机制，对于风腐一体的问题啊，要深挖彻查，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是今天的信件，麻烦您查收一下啊。纪检监察机关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精准把握当前作风问题与腐败交织的现实特点，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深挖细查腐败案件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清除隐藏在各种酒局饭局、各种人情往来背后的利益勾兑，团团伙伙，斩断四风问题与七个有之交织勾连的利益链条，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深化，推动党风政风持续进化。后悔的就是我法纪的观念的这种淡薄，不应该出这种错误，完全是自己的原因，思想认识各方面都没有做到位。张静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曾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镇江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21年12月接受审查调查。他的问题始自贪图小便宜，始自同学圈、朋友圈，呈现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特征。对于张静华来说，作风问题是早有苗头。他在外面吃吃喝喝，后来呢，又发展到对一些红包啊、购物卡啊、伴手礼啊，就来者不拒了。党的十八大后，张静华先后担任过镇江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身为一地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他也多次在大小会议上传达中央精神，提出相关要求，但却没有真正把这些要求记在心里，落实到自己身上。中央对廉政建设要求非常高，不是不知道，知道，但是心里面就是没有紧起来。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违规组织参加同学会、校友会等活动，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张静华却不以为然。2014年，他和一些大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开始定期聚会。在这种同学会上，职务最高的张静华自然成为了众人的中心，甚至还有远在北京、江西等地的同学专门跑到江苏来参加聚会。一些人表面上是看重同窗情谊，实际看重的是张静华的职权。张静华后来涉嫌受贿的金额当中，很大一部分和大学同学相关。当商人老板以同学身份提出请托，当权钱交易披上一层同学情的外衣，张静华接受起来似乎就更加坦然。他也比较享受这种老同学排队敬酒、互相吹捧啊，这种一种感觉。商人老板就借机提出一些请托的事项啊，表面上是同学聚会，实际上是我们说权钱交易的一个交易所了。领导干部的家风也是作风的重要表现，如果治家不严，家风不正，极易诱发腐败问题。这一点在张静华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典型。他的妻子和岳父向他提出，希望他帮助亲戚承揽工程项目，张静华立马答应了，帮他们打招呼，先后在徐州、镇江拿到了几个工程。起初，张静华只是想给妻子家帮忙，然而后来问题性质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两个亲戚挣到钱后，把一部分利益给了张静华的妻子表示感谢，张静华对此也完全知情，他并没有警惕拒绝，反而从中尝到了甜头。此后，他利用职务便利帮这两个亲戚参与了南京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从中也自然获得巨大利益。到这时候，这两个亲戚实质上已经成了张静华的利益共同体和利益代言人。家风不正啊，在他的贪腐过程中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静华当官，家里人挣钱，属于政商一体，名利双收，当时是风光无限，结果到头来锒铛入狱，人财两空，成为了一个既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带好家庭的这样一个典型。不论是同学圈、朋友圈的问题，还是家风问题，主要责任还是在领导干部自身。回头反思，张静华也承认，关键还是由于自己内心一直存有贪欲。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把这个钱财看得太重了，自己既想当官又想拿钱，觉得这种想法也是这个存在了很多。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样的心态在张静华处理家庭房产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鲜明。他到南京任职后，短短几年里频繁买房卖房、倒房换房，先后涉及四处房产，每一套都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手段获利颇丰。他先是动用职务影响力，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玄武公馆买下了一套房产。不久后，他又看中了思雅花园的一处面积更大、位置更好的房产，授意相关部门找开发商沟通，提出希望对方低价出让。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提出希望直接用玄武公馆的房子来置换。
开发商顾及张静华的职务身份，同意了这桩显然不公平的置换。张静华实际相当于少付购房款近300万，拿下了思亚花园的房产。首先，人家不愿意卖，是一个强买的过程。买了以后又要低价，低价了以后还不够，还要置换。啊，钱他都不愿意掏，我拿现有的房子跟你换，反映出他的贪小便宜的思想。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利益，公然动用自己的权利，还把多个部门都裹挟到其中，思想根源上我想就是私心作祟，贪占便宜。山河水则是南京一处温泉别墅区，张静华认为颇具升值空间，于是买来投资。他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优惠，另一方面买房资金则是找关系密切的老板来出。房屋升值后，张静华再以高价卖出，一买一卖又获利数百万元，继而再将卖房所得投入海珀星辉花园，购买了2套房产进行新一轮投资。张静华一直以学经济的专业干部自居，遗憾的是他却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而是沉迷于算计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不正之风啊，和贪腐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别人给他的大额的钱款，他要么不急于兑现，要么呢就把钱变成房子啊、股票啊，啊，藏在别人的名下，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吧，慢慢的变化。经查，张静华累计收受财物数千万元。2022年5月，张静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从一个农村这个少年走到一个省级领导岗位，没有组织培养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是一句话，是自己的错，是我自己的错误，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家人。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许多干部就是这样从四风问题开始，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最后铸成大错。因此对四风问题、轻微腐败现象，必须坚持露头就打，抓早抓小，防止由风变腐，小腐变大腐。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推进自我革命，必须紧紧扭住保持党通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发扬钉钉子精神，改进作风，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从严治党新成效赢得群众信赖和支持，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啊，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儿的啊。看到人民的话，生活好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有钱花了，孩子们呢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们呢，医疗有保障了，我们就高兴。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以勇于自我革命，保证权利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新的征程上，全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党的二十大强调，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反腐败压倒性态势之下，仍然有人心存侥幸，管不住私心私欲，自认为对违法犯罪手段见多识广，幻想可以瞒天过海。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你在这个手法隐蔽，始终会露出马脚。这是我被立案审查之后啊，切身的体会。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最是伤害民心。安徽省彻查一起征地拆迁领域腐败窝案，切实纠正征地拆迁中的歪风邪气。我们损害的是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多少钱都买不回来。资本泛滥和权力贪婪深度结合，其害尤烈。一起金融风险事件在山西省引发了一场地方金融领域的反腐风暴，查处力度空前的同时，也推动了对全省金融业的深层次治理。非常懊悔和痛恨自己，怎么成了今天那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同腐败的较量就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绝不能退，只能赢绝不能输。永远吹冲锋号第四集，永远在路上，敬请关注。